甲第九十所咧讲的，是耶稣对会众、对大众所咧讲的比喻。后来一段安尼所讲的，就是对啊十八章甲二十三章，这个就是个对学生啊所咧解说、所咧讲的。啊，所以我咱通看是一个比喻，总是会通两种不同互相相的这款的感受。咱今仔日，我爱咱较听哩，对做学生的一款的立场，也是讲做台面人、会权的人，甲耶稣上上较亲近的人，基督徒所在的这立场，咱三个来思考，到底这个比喻是咧讲啥物啊？头一个问题，咱就爱思考的就是耶稣讲这个比喻。这个目的在哪里？耶稣讲这个比喻，到底是什么动机？伊来讲这个比喻。这是学者来讲，讲大概有两个目的啊。头一个就是讲安慰，啊，甲勉励，啊，来提醒啊，伊的学生，因为因当时学生面对着安尼一直宣告的，会顶面有失望。灰心失志，所以耶稣来讲这个比喻，这个目的，一方面就是来给勉励，啊，给积极安慰。第二，咱能知就是要让因会当另外学习，就是农夫做农夫，第二个精神，精神。啊，咱头一个咱才去想，伊到底这个安慰。希望中的学生，那种灰心自己的学生，到底为什么会去讲这个？咱啊，读这个十三章的以前，这个马太这个圣经，你会通发现着，耶稣嘛是对当时的人有真大的失望，啊有顶礼拜讲过，耶稣嘛有真大的感叹，对当时的人。耶稣都拄到伫宣告时，拄到一款的感叹，何况是伊的学生。所以咱就想，到底是甚物原因？头一个就是这个啊，伊本来伊拢伫这个会堂伫讲道啦，伫会堂伫做宣告的工，因为至少伫迄个时阵，会堂的人该看做是。犹原是一个先知，那不是讲一个伟大先知，犹原佮看到讲，连犹太人个学者用领导人个中间，耶稣是一个无相像超过因的地位的一个人，所以让伊爱伫这个会堂，啊，伊爱当讲，总是渐渐，互迄个经学师佮法利赛人，啊，受到这些的影响。伊渐渐伫个所在，就无用阮耶稣搁伫会堂来讲。啊，所以对耶稣来讲，甲这学生来讲，敢若伊啊，甲伊鼓喘，啊，伊敢若亲像当时最困难，就是敢若互人赶出会堂共款，迄款流浪失所，啊，迄款的这个啊的感慨。所以咱看这个。会堂的门渐渐对因来关起来时阵，耶稣开始伫咧户外伫布道，伫外口大自然的中间伫咧布道。所以咱看第五章，啊，伫咧山上水门，就是伊永远都伫咧外地，啊，伫咧来驾驶啊。所以会堂对因渐渐关起来，因不信。第二就是这宗教迷信。都我讲，即个法利赛人，也是甲即个叫做啊，经学士，也是即个天使，因开始伫攻坚来咧背背面耶稣，啊来攻击耶稣。啊，所以唔难物件，伊抑阁设计，圣经讲伊抑阁设计，要用什么机会来甲除灭耶稣？
圣餐的意思。因你啊，耶稣变饼，饲5000多人，有人讲大概20000人呢，来饲这人个一只只。了后，第六章，人伫遐讲起这个人，直直要抓耶稣做吼，啊，直直咧找耶稣。耶稣不伫遐，非常的一个感慨。耶稣知影，这个人来找伊，毋是实在在听伊道理的目的。耶稣咧讲起，恁都爱去追求对天来。因我的意思，恁唔单干呐要追求食饼甲饱尔，而且佫讲伊本身就是上帝对天人所赏赐要予人的一个妈妈，就是永生的一个活命的饼。讲起来，人家人都未理解。圣经讲，伊的阿先唔是十二个使徒，就是伊阿哥其他对伊啦。我学生都渐渐离开，所以耶稣甲伊学生讲：“你甲十二使徒讲，你若要离开嘛，你若要退去是无？”伊就讲：“我无啦，你有话命伊话，我要去倒位去退出个。”所以咱会当知，无咱会当理解耶稣的道理。即今仔日。嘛是真侪传教者，真失望的所在。传教者去拄着真失志的所在。伊呾人有真侪道会友安，道理都礼拜遐久啊，总是道理对伊都无影响，一点仔对伊的生命的改变都无。安尼表示讲伊听道理都，咱讲飘去较着命去，伊呾毋知走去倒位去啊。所以。道理对因对地者人，无有心观的作用，甲当时同款，互当时面无有心观的改变的所在。啊，这也是耶稣甲伊个学生伫宣告前咧传上帝国的道理，感觉非常的违心失意的所在。第四点的原因是。耶稣知影假亲道理的人，毋是伫伊无道理，毋是欲伊无爱知影上帝国的代志。就问恁的人，就是敢若为着欲吃，为着利益，爱欲变着伊变，来为着吃的来就问耶稣。咱圣经文讲，遮人来就问耶稣，特别伊的故乡的人，欲求耶稣是咪？惊死也无人看，求耶稣甲伊医病，甲伊赶鬼。安尼，伊求耶稣感觉真好，听道理，啊，佫面包通食。今仔日老爸甲咱批评啦，讲你顶老话哦，是食到的。你礼拜是敢若为着吃，为着吃。啊，当然唔通知影，当时人咧就耶稣也是安尼。所以耶稣有讲几句话，通讲迄对心内的失望所讲。耶稣讲：“讲恁找我，是干那为着要食饼甲饱尔。”第二，伊佫伫遐咧讲，伊恁是无信，所以伊无要惊神呀。所以，予咱会通了解遐个一份耶稣的人，毋是要为着要欢喜来接受上帝国的道理。永远的画面，是为着家己私人的利益，来得就耶稣，所以耶稣知影，因的心所想的，所以耶稣不止宣告就甲这学生同款有灰心的一个所在，所以对安尼，耶稣知影学生面对这个灰心的所在，所以耶稣才讲。第二，动机我有讲起，是为着要爱因来学习这个功夫。人的焦点唔通干呐看伫迄个失败的所在，宣告就失败，同时
你着看见将来有迄个将来远景的所在，你要伫遐修行30岁、60岁、100岁，即款的即个倍数的即个进展，你着将迄个就即个农夫，即个农夫，毋是讲安尼就当解啊。既然安尼，也着歹所在啊，着拢未生未啊，未结果子也算啦，我歹做啊。所以
Oh.
经过你的所在，安尼来啊，来伫遐，来有真好的经验，啊来甲你耕种，甲你犁田，甲你烤草啊，哦，啊是讲犁过，啊遐的石头捡一干，啊犁过，遐有草籽，甲伊捡起来，啊就剩迄个好的，啊遐种也袂要紧，总是经济后来压落去的时阵，啊恁伫遐。是，啊，底下就现金，底下就结果子。所以这个就是无土地，爱地，因为什么是地？上帝讲的道理，就爱予人的心经过好的经济才有发展。啊，但迄个上帝讲的道理，要得到一般的办法，迄个功夫是啥物？迄个爱得地过是啥物？迄个爱用迄个。石头、甲草啊，甲捡，甲刺的刺片，甲捡应该。到底迄款的工作是啥物？咱一个人伫遐了解，这就是上帝话，人的基础，圣灵的工作。人伫遐得完，安尼领受，家己伫遐迄款的操练，即个就是咧练一个人的心。安尼道理，入伫像即款的内面，才真正有水准。所以你，你的心经过地，有上帝话甲你地过，你的心的内面，遐个草、遐个刺皮、个根，还是讲遐个石头，你是毋是有经过有上帝话，还是讲伫你祈祷灵修中间将遐个？经验来提醒他，他有上帝的力，伫你内面来提醒。那接下来讲，耶稣讲这个甲韩讲，对公义甲道义来讲是两相面的一面。一面安慰灰心失意的学生，一面劝导叫伊目睭放开。看较明亮，较拍拼来经营，认真来做上帝国的努力。今日咱教会的事奉主也是共款，咱事奉主也是共款。视频发一十六篇，就讲这个第二十六课。老百姓也称之为欢欢喜喜来吃饭，伊就带天带天子老百姓出去。Thank you.